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单打是实数了，那么这个方程式哈，有两十个的条件哈，是哪一个？有两十根的话，包括重根呐、啊，就是那个判别式，我们用小判别式哈，小判别式就是二分之 b 平方，哦，就是那个 lambda 二分之 b 平方减 ac 啊，哦，四 lambda 呢减三，这样大于等于零啊。等于零的话是重根，那大于零的话有两项一十根。好，那这个的话呢，可以整理一下变成 lambda 平方哈，减四 lambda 加三，啊，这个可以因此分解啊 ，lambda 减三 ，lambda 呢减一，啊，现在是大于等于零了，那这代表什么意思 ？lambda 在哪个范围哈 ？lambda 呢在一到那个三的范围。那它的终点是二嘛，啊，就是说这些 lambda 在这个里面嘛，它到什么呢？二的距离啊，就 lambda 哈，到那个二的距离哈，它有什么呢？不对，它在外面啊，刚刚讲错，在外面。所以 lambda 的话在外面的，哦 ，lambda 到达什么呢？到达二的距离哈，它都要什么呢？比一要大，这是一要大。大于等于一啊，有包括等于的，等于的就是重根，所以的话 ，lambda 哈满足呢这个不等式，所以这一题哈，答案应该要选多少呢？应该要选 B 了。